啊，我有保安咧，甲咱插咱过年球啊，无可能吧？但是咱人是安尼啦吼，当安尼足当的这个经营之下，训练间怎啊进入来，拢无声，应该是很好过的。咱若想起来，咱来看看，看看几个，看看什么人咧最歹看，剩几个人。啊，早大号我甲咱差不多到四啊，开头就是家乡，哦，这是咱人生。哦，啊，上届他们一件代志，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，啊，咱真正知影，啊，嘛不知要咱行，我嘛足麻烦哦。所以，咱下面呢，因为咱这个地方就是关怀五心嘛，所以后壁面我要跟咱参考，啊，那呢，咱这个家乡到底是对一搭，哦，既然唔知影，啊，就嘛爱去跟咱报一个。哦，啊，来做参考啦，是不是伫迄个所在啦？吼，初心安住是目标。即句话是苏东坡伊小写一句诗词内底，一句话，讲初心安住是目标。但是呢，初心安住是目标，伊又搁是引述着当时介在朝为官的一个人，叫做王定。当时呢，黄定不是黄定，我是伊，你家照顾的一个官，伊所讲的一句话。啊，为什么有这句呢？因为当时苏东坡甲着黄定过去，当时伊个朝廷做官，可能做了真大啦。啊，后来因为一种原因，当时叫黄定，啊黄定，就是当然就是偏低了，较少的官嘛，而且是较偏僻的所在。其中黄定过去。方便地那一带，然后方便跟咱有作为，但是伊出事的所在，赶快叫做领导。所以当时有作为，但是去找无作为，但是为是就是讲是永州哦，领导得势。啊，伊迄个所在，咱一般人拢在讲，得势的，反义是方啊，哦，反义地方还是方地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拢会讲，啊，这个所在啊，就是叫做还啊。当然，临时叫做还啊。是一种的感觉，就是讲啊，这个这是一个蛮棒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遐是种偏僻，哦，啊，食啊，食歹。啊，所以呢，刚才讲哦，迄个生活，讲是非常的最困苦。所以，我当为了后，王定国家的这个苏东坡呢，这东西都等于也是一种叫做什么？啊，到阵去了后咧，因就是时间过来过来纪念纪念的时阵吼，这个苏东坡在咧问面内面，啊，讲啊，恁伫迄个所在应该是做恁那艰苦吧，做恁那艰苦吧，啊，伊黄定边啊，你也照顾迄个老人家，就是做老人嘛，伊个回答是讲，初心安住是目标，哦，初心安住便是目标。当然啦，伊这老娘伊的这个心境内底，到底是毋是讲真正有法度达到初心安住？咱毋知影，但是若对一件一句来讲，咱个开咱玉祖平林大师讲的，伊以前的这个经典讲讲是伊放出一片安住的。那咱当时咱玉祖平林大师讲出的真是，啥物所在讲？因为真侪人啊，拢会念经嘛。啊，有人念经就是讲啊，我拢会做哦，做了唔对个代志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南方人做多念经往生西方人做多念经往生佛国。啊，凡夫不了自性，愿东愿西，所以咱要做位大师讲，无人在处不办。所以，引进的经典，就是讲“随往自住念安住，初心安住是我用的讲。然后提到对一搭，对一搭个是拢卖我用。迄个所在就是我不管安怎，就是拢卖。会感觉我总感觉总困苦，会感觉总不安，会感觉总有啥物烦恼的所在。我那个非常无简单啊，对无？好，咱来去讲到个，啊，这个安住是对一搭。咱拢。咱拢在讲，个咱人自信，好，
但是呢，主席一天不厌打的时阵，咱无一样用，咱是是同款的。所以呢，我就照着咱圣经内底讲的这个，神造万物，国爱彼此相连，以后又将永生安住在世人的心。